充值消费机。视频中左边的呢是我们公司的充值机，右边的呢是消费机。在充值机上先设置好固定的充值金额，比如100、200，然后呢把 IC 卡放在感应区域内，按相应的数字键可以充值，比如说1件100、2件200、3件300，这样充值好的卡片呢可以直接在消费机上使用。消费的时候把卡放在相应的感应区域内，输入你想消费的金额，按确定结账，就会扣除卡内的金额，这个数字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小数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消费机还可以进行定次消费。